林师傅在家吗？快开门啊！林师傅，林师傅，是我啊，周天发，我有急事找您。谁啊？大半夜的不睡觉，跑我门外，鬼叫什么？你疯了吗？周天发，大晚上的不睡觉，在我校门口鬼叫什么？事情是这样的，林师傅，我二姐带孩子回来住，可我那小外甥一进门就开始哭得不行，这都三天了，我也是没办法，就来麻烦您林师傅。就这点破事，哎，算了，谁叫我是老好人了，你前面带路吧。孩子也没发烧，看大夫也说没病，怎么就一直哭个不停了？二姐，我把林师傅叫来了。林师傅，你可来了，快快给我孩子看看是怎么回事。从我的角度看，一定是遇到不干净的东西了，那就让我开天眼看看是个什么鬼。果不其然，不过这种鬼婴还好是恶婴，孩子早死了，这种给他烧点烧纸玩具就好了，让他不要停留，早起投胎，你们快去做吧。好好的，我马上就去烧。从那晚烧完东西后，周天发的外甥再也没有异常的哭闹过了。听周天发的二姐说，他们回来的时候都是很晚了，在经过村口的时候不小心提到了一个破旧的皮球，但是他也没在意，就这样急忙赶回了家。不知是鬼婴以为他在跟他玩球，就跟着回家了，之后就发生了这些事情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，制作不易，如果喜欢点个赞支持，谢谢。